主席，本人咧都喺2001年至2003年咧係服務於呢個中央政策組嘅非全職顧問咧。當時咧，我哋叫同學咧，就有包括劉兆佳教授，有陳家強局長啦，今天嘅，同埋咧就係廖壽東嚇，係上一屆政府嘅掌管環保嘅局長。咁當時咧，其實星期六咧都會去到呢個政府總部咧開會嘅。咁其實咧都非常之係享受嗰即係半集嘅交流，因為咧的確咧發覺成個中央政策組最渣就係我噶啦。咁啊見到咧個個人咧都係有真知灼見。咁即係如果而家睇翻轉頭咧，即係當然而家我已經唔知道中央政策組實際上係做緊啲咩啦，只能夠從外邊睇翻。咁啊，似乎見到咧就係都係一啲做啲民調啦，咁就似乎係已經係淪為一個即係民調嘅機構啊。咁就亦都頭先我哋嘅同事咧都已經講咗，即係會唔會都係被太子黨充斥啦？會唔會係一個政治酬庸嘅一個門路啦？咁呢啲咧都係令人係有一啲感慨嘅。咁正如吳靄儀議員剛才講啦，即係當然佢喺1989年係第一班嘅中央政策組嘅非全職顧問咧。咁佢對於嗰個成立呢個中央政策組當時嘅緣起同埋歷史嘅嗰個背景咧，交代得好清楚啦。咁如果以當時成立中央政策組係嗰個目的嚟講咧，咁而家正諸於今日中央政策組嘅操作同埋佢嘅工作咧，又的確覺得嗰個意義咧同埋角色咧已經係大大不同啦。咁而每年用8000萬嚟到去維持一個咁樣嘅組織，而呢個嘅領導，我哋呢個中央政策組嘅全職顧問劉兆佳教授最近關於呢一個臨界點嘅誠信出現問題，又或者我哋感覺到今次個財政預算案好係一個好重啊！喺編寫財政預算案，尤其是掌握嗰個民情啊，嚟到了解個民意，為民意把脈，係一個我相信都重要嘅一個啊。出到一個財政預算案咧，係充滿盲點，而且咧係同個民意落差，亦都財政司司長同群眾嘅距離啊，嗰種即係完全不接軌，係顯露得淋漓盡致。咁係咪即係真係令人覺得中央政策組係有啲失職咧？即係就算財政司司長係的確脱離群眾，財政司司長咧係充滿盲點，咁但係照計中央政策組如果佢係工作如我哋所希望佢咁樣嘅，咁就佢唔可以保財政司司長嘅啊，咁即係個可能性嘅啫，一係就即係中央政策組係完全不知所謂。一係咧就財政司司長就用借咗隻耳，即係中央政策組俾佢一啲乜嘢中肯嘅意見，
都過壓背，甚至咧係左耳入右耳出，完全咧係唔睇重。咁我又未有證據顯示財政司司長係屬於我口中嗰類人啦。咁就係唯有咧，就係我哋不能夠排除嘅可能性，就係中央政策組係非常之失職，係完全冇辦法去彌補財政司司長喺掌握民情同埋為民情把脈嘅不足，亦都有係處理佢嘅盲點，以及佢脱離群眾呢一個咁嘅情況啦。中央政策嘅又出以缺乏誠信，林家榮24小時前講過，24小時後全盤係否定。咁後國又幫助到財政司司長去彌補佢嘅不足，中央政策就非常之佢嘅研究結果嘅。咁但係嗰啲係用公帑做啊。咁我哋舉個例啦，譬如好似話我哋而家坊間討論得如火如荼嘅全民退休，咁都要承認咧，呢個全民退休金咧係要大量嘅數據、大量嘅分析同埋一啲專家嘅撞擊啊，然後先至咧可以係做得穩妥啊。咁但係據我所知咧，當我離開中央政策組嗰陣時咧，即係時為2003，我已經聽該組咧已經係開做呢一個全民退休研究啦。啊，頭尾計埋咧，都起碼都8年啦嚇。咁早半個月到咧，先聽到葉文芬咧係喺本會嘅特別財委會咧向我哋交代啊，主席就話即係我哋仲要做一啲即係香港嘅家庭啊入息啊同埋狀況嘅調查咁然後先至可以提時點樣向大家公佈啦咁。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大家都咁關注呢個全民退休金啦，又驚政府所講嘅三條支柱咧係驚撐唔起。呢、这、一個香港咁高齡化嘅退休人口嘅需要喎，咁係咪應該中央政策組都拎啲咁嘅數據出嚟分享一下，等我哋喺民間啊、精算師啊，或者我哋係好著緊做呢件事嘅人咧，都係有一啲作為依歸嚟到咧，咁佢喎又好吝嗇。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當然都仲有好多我哋想掌握嘅一啲數據嘅。咁就如果我哋上中央政策組個網站咧，咁的確佢係有披露部分嘅呢一個研究嘅成果嘅。但係咧好多時咧，我哋最想要嗰啲或者可能政府覺得可能太敏感都唔定啦，或者覺得驚披露咗會係對政府一意孤行是忤逆民意而行的一些政策是刮他一巴掌可能不肯拿出来，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从这几方面去看那个首席顾问又诚信不足，就他也不能够帮到我们所谓中央政策组的三个老细，起码之一就是财政司司长今次做了一個咁充滿盲點，亦都係同社會期望咁大落差嘅一個財政預算案，咁又似乎唔係好似吳靄儀口中所講嘅，原來係希望能夠喺政策出台之前咧，係吸納到即係社會上最係對政府嘅政策係挑剔、最苛刻，而且係最好的腦袋在裏面咧，係俾政府一個更加全面、更加立體咁嚟到去考慮嘅政策先出台，而係又淪為一個即係民調嘅統治工具啊，籌容嘅一個門路啊咁，佢又吝嗇呢個研究結果嘅分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喺呢啲
問題未有答案之前，咁我哋又去撥呢個款俾呢一個中央政策組去繼續運作，咁我哋究竟有冇履行到我哋立法會去為呢一個公共財政嘅支出把關嘅角色呢？咁我有好大嘅疑問喺度，亦都係因為以上所述咧，主席，公民黨咧係支持黃毓民議員咧呢一個修訂嘅。若果剛才本人提出嘅嗰幾方面嘅問題，中央政策組係有答案嘅，或者可以說服到我哋，佢仍然有存在嘅價值，並非應該棄之如敝曬嘅。咁呢個當然，今日我哋政務司司長在席，佢當然可以喺一間係答話嘅時候咧，陳詞嘅時候咧，佢可以就住剛才我提嘅幾點咧，都作出回應。咁我係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咁如果一間我聽到嘅係一啲真係可以具說服力嘅一個論述啊，同埋係辯解嘅話，我當然會考慮公民黨當然會考慮嚟到去改變呢個投票嘅立場，係嘛？咁我哋或者一間都要即係洗耳恭聽，聽下政務司司長係如何回應剛才我所提出嘅一啲疑問。簡潔陳詞。梁國雄議員，多謝主席。當我見到劉教授劉兆佳教授即係講臨界點嘅時候咧，我不其然想起咗一句即係哲學上好有名嘅嘢。佢嘅咩咧？就係佢話 ：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